56岁综艺天王吴宗宪1990年和张薇薇结婚，婚后陆续生下三女一子，除了大女儿 Sandy 吴珊如和小儿子露西派踏入演艺圈，二女儿 Vivian 和三女儿 Olivia 几乎没曝光过。今天十日，林承宪哥罕见在脸书上晒出父女三人同框的照片，二女儿终于露出正脸，甜美又靓丽的外表令人难以忽视。还有网友说她神似影后巩俐。宪哥今天凌晨在脸书晒出父女三人的同框照，其中除了大女儿 Sandy 外，另一边坐的就是二女儿 Vivian。只见 Vivian 穿着简单白色 T-shirt， 脸上洋溢甜美的笑容，和大姐一样有着靓丽的外貌。有网友看完惊呼：“妹妹好漂亮，二女儿像薇薇姐哦，小女儿气质出众，小女儿神似巩俐。”事实上，宪哥2016年就曾晒出和二女儿 Vivian 的合照，只是为保持低调，宪哥特意将女儿正脸物化，展现朦胧美感。如今 Vivian 正脸照曝光，不少人也认为父女三人长得超像，尤其 Sandy 和 Vivian 简直就像同一个人。